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设六边形 A B C D E F， 六个角皆相等啊。那六个角皆相等的话，哈，它每一个角的度数多少？这个六边形哦，可以拆成几个三角形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嘛，四个三角形。所以呢，四乘以多少呢？180。啊，每个角都相等嘛，除以六。六38嘛，所以每个角都是120度的，哦，每一个角都是120度。好，那么现在哈，他是说哈 ，AB 等于 5，BC 等于 3，CD 等于 6，DE 呢等于 7， 哦，啊这个 FE 跟这个 AF 你不晓得，他要你求这个跟这个它的和，就是说X 加上 Y 等于多少？好啊，这怎么做哈？这我们现在来看哈，因为哈这个东西的话哈，它的那个长度不一样了，它角度的话哈，都跟那个正六边形是一样的，也就这个跟这个是平行的，哦啊，这个跟这个也是平行，这个跟这个平行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哈，那我现在的话呢，哦，我们假设呢，这两个的话都是水平线的，那现在我给它做垂线的话哈，这个是90度嘛，这30度嘛，我们现在来看呢，这三条线哈，投影在水平方向的长度，跟这三条线呢投影在水平方向的长度一样，然后呢，这两条线哈投影在 Y 方向的长度，跟这两条线哦，投影在 Y 方向长度也是一样的。好，我们先看这个水平方向的。水平方向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3了哈。3这个啊多少呢 ？sin 呢？这90这30嘛，哦，加起来120，这个是30度嘛。sin 30度哈，加6嘛，加多少？啊，这一样嘛。7啊 ，sin 30度，这个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哈，这个把它投影在呢，这个什么呢？哎，没有，投影在水平方向啊，就是5 sin 呢30度，5 sin 哈，30度嘛，加多少？加 x， 那再加多少？y sin 30度。Y sin 30度，Y sin 30度，好，那这样我就可以求出 SY 来。这个呢，30度可以约掉，这是二分之一啊，所以这二分之三啊不能约掉。这个的话没有，加上六嘛哈，加上多少？二分之七，它会等于多少呢？会等于这个是二分之五。啊，加 x 加上二分之 y， 那这样我就可以得到一个方程式了。这个方程式的话就是什么呢？就是 x 哈加上二分之 y 等于多少？这把移过来的话哈，这就六了哈。那加上多少呢？二分之三加七减五。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六加上多少？二分之五。哦，这样子。好，再我们看牵子方向。牵子方向的话，这个是多少？这个是五哈，五 cosine 三十度，加上多少？加上这个三啊，三 cosine 三十度。等于多少呢？等于这个七 cosine 三十度，七 cosine 三十度了啊。那加上多少？加上 y cosine 三十度 ，y cosine 三十度了。那 cosine 三十度我可以消掉，那也就是说 y 加七啊，等于多少？等于八。
也就是说 y 等于一啊，哦，这个等于一啊，那等于一以后带进来，带进来的话，这 x 的话就等于多少呢？这是六加二分之五哈，啊，这个 y 等于一嘛，减掉二分之一啊，这是六加多少呢？二分之四嘛，哦，五减一是四，哦，六加二是八。所以 x 加 y 等于多少？ x 加 y 的话就是八加一啊，八加一等于九，所以答案是九。